大家好，今天要为各位传挑一首英式 Tango， 由我们庄雪香老师编的《红唇 Tango》，这对一般新手来跳我们这英式 Tango 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我们首先给各位观念，就是 Tango 呢起伏要减到最低，这样速度才会最快。因为我们跳 Tango， 你膝盖为什么微弯呢？因为你直直的走，跟膝盖保持弹性，这样子走。你看膝盖弯，这样才有一个速度感。一开始呢，我们感谢雪香，她的摩登的实力是非常的强厚哈。好，我们现在会把这个技巧跟各位讲。感谢大家收看我的分解，真的应该有获益，至少不会运动伤害。一开始重心左脚，右脚开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开始拍手。那我们胸口要含一口气。这样的话，女生跳出来才有气质。一脚这样拍，跟这样子拍，你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？所以一开始一拍在偶数上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所以呢，其实很简单的动作，就是你身体要很壮，要一口气含着。接下来右脚开始交叉点。交叉点，进两个，退两个，好，以上这是我们前五的动作。好，第一段呢，做一个方块步，好，你看膝盖要保持微弯，好，你注意右脚退的时候呢，你感觉呢，你不要想右脚出去，就左脚，我们看左脚去送 push， 好，换左脚推的，左脚出去的时候用右脚，好，那么交替，好，所以退的时候呢是脚尖退后。啊，侧的内缘，前进的时候是脚跟，啊，有裙子的话就持裙，这些右脚前踏一，大腿内侧要夹住一，二，三，四，好，接下来准备向前五六七八追步，接下来二二三四，好，起来五六七八收回，接下来呢准备做一个后滑轮后交叉。一、二、三，啊，准备踢左脚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准备做一个后滑轮踢脚，踏踏并，啊，非常简单。以上是四个八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们讲过 Tango T 呢，要像蛇的舌头一样，瞬间爆发力，大腿抬起来，脚尖下压，我们看到不是这样直接拿，你要先抬大腿，再踢出去。好，接下来第二段呢 ，Four Step， 第一步退后，直线，直的四十五度。好，接下来前进的时候，大腿内侧自然会夹脚。好，注意前踏。所以我们讲过很多遍，转，哦，这个是 PP， 两个脚从同一个朝同一个方向，你脚要这样，哇，就卡住，哦，来，内脚带动身体，所以是 PP，哦，接下来出右脚，你感觉不是右脚自己出去哦，你会发现我脚跟是左脚要杀出去，杀出去送出去，你看这样出去，这样子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好 ，Four Step 开始，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刷步，五六七八，好，接下来追步，一二三，好，要让位，并脚转，换边追步，好，接下来要前去 walk， 你看脚跟送出去，一步两步退后，脚尖踏踏并，好，接下来前点。大腿膝盖上是夹住的，然后一二三四，好，做一个拥抱动作，五六七八打开。我们讲过，手是身体的一部分，要延展开来。好，接下来右脚踏四下，一二三四，第四步点，五六七八，好，全部再重复。啊，结尾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打。开四拍，一二三四，
换边七八哦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左脚点七八延伸换边一二三四，做一个结尾。好，我现在反向为各位示范一次，好，这个很适合初学跳英式 Tango 的一些练习的步子哈。我们谢谢雪香老师编舞分享。好，从头开始，停，二三内圆，你看我内圆，膝盖内圆，好，胸口含一口气，停，二三四五六，拍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第一段的动作四个八拍，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，好，踢出去，五六七八，好，第二段 force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。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，五六七，间奏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五六结尾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。五六七八，好，一二三四，结尾七八，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首由雪香老师编的红唇 Tango， 谢谢大家。